是高安妮，我是谢青，欢迎收看 WTO 姐妹会。这个呢是全世界血型的排行榜，嘿，就是我看人口，人口最多的呢是 O 型，嗯 ，O 型最多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其次呢是 A 型 ，A 型，然后你反而会觉得说 AB 型的人反而没有这么多。在人类学有四大分类，其中一个叫体质人类学，它研究就是人的骨骼、人的血型、它的毛发到底怎么演化来的。最古老的血型是 O 型。对 ，O 型是最旧最旧的，好，所以你们现在谁是 O 型的？我们是旧版的，旧版，你们是旧版，旧版的。非洲人 O 型很多，而且奥利维尼亚也是 O 型，而且他们国家很特别，几乎都是 O 型。巴西人哦，就几乎100%，所以是很热情的，对，是古老的人种。对，应该他们说古老人种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历史的原因。哦，了解。那第二个出现人类。历史上第二个出现血是 A 型，第二个是 A 型，34，对不对？那 A 型呢被称为农牧型，就是农耕型的。是，所以中国，所以全世界的古文明，大部分都是 A 型的人，是 A 型的人。B 型的呢是 A 型的，后来发展出来的另外一种，他们是游牧民族的血型。好，所以如果说你选的是 B 型的人，祖先一定是游牧民族，一定是。全世界血型来分布来讲的话，你看美洲是 O 型最多。阿里玛利亚，你们就是从 O 型的 ，O 型，尤其在南美洲，看到没有？全男的，全都是 O 型。拉丁语系的人应该都是 O 型为主。对啊，可是哦，拉丁语系的在欧洲就没有。哦，是耶。南美洲的人，其实你知道吗？在这条线的人都是 O 型的人。哇，他们强势到连打喷嚏会让人家变 O 型。热心温柔，赶快你专家了。哪里最多呢？你们注意看哦，欧洲人最多，是欧洲最多。欧洲有最文明型的，你看这个北非也好，欧洲文明也好，是，对不对？北美这是后来迁移过去的，是，几乎都是 A 型的人。你们来看最后一个就是 B 型，你看 B 型的是中亚最多，对，中亚是游牧民族发源的，是由来，所以呢 ，B 型的人我们祖先都是游牧民族，所以呢我们这种就爱好自由，疏离感。跟人群永远是格格不入，对，真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。日本很特别，日本呢是 A 型跟 B 型刚好一半一半的，一半一半，对，你们国家的，而且海外的血型又特别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的经验来说啊，我在台湾遇到的日本人呢，就是 A B 型的人很多，比较多吗？其实 A B 型是全世界的几趴，四趴吗？很少，但是我有一天就在台湾跟日本的朋友打麻将。四个人都是 AB 型，对，包括我，对啊，四个人都是 AB 型的，对，所以就4%而已，对耶，非常的少。其实 AB 型呢是人类在历史上最后出现的血型，所以它是最特别的，对，它象征是民族融合的。的最尾端，对，所以 O 型的算是混血比较少，所以他们算是新型人类。对，所以叫 A 型是其次 ，B 型又更新，然后 AB 型是最后面的。哇塞，那其实呢，这个每一个国家哈，他们也有很多很不一样的事情。对，对啊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很厉害耶，中东人，对啊，是俄罗斯，哦，斯拉夫人，哦，美国人，这一定是美国人，这么歪，就好慢，修得住啊，美国，这个是美国的。数钞票的方法都可以不一样，对啊，但是台湾人的特性在大家眼里是看到哪些呢？台湾是很奇怪的。来，小诗你觉得呢？对，我也觉得蛮奇怪的。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我觉得哪里奇怪？吹头发。哪里奇怪？吹头发怎么会奇怪？真的是很奇怪。然后每次我洗完头，然后我不喜欢嘛，我们喜欢晾干，就是不会浪费电嘛，晾干，然后等一下它就干了。像我偏头痛，不是啊，根本都不需要。这是一走一走就已经干了。因为我那边也没有再吹，也没有吹风机，吹风机是有，对，有电。大家有电，但是我们很省，对的。
很省，但是不像台湾，就是洗完头要一定要吹嘛。然后像我老公很爱念我，一开始刚来台湾啊，赶快去吹头发，赶快去吹。我说哎，你做杂杂念还是一样去吹，念他好，他念我好，我还是一样会吹。来台湾了十年，就习惯了嘛。他现在不用叫我去做，我就会吹。但是我回去泰国，前几个月了回去。然后去曼谷住饭店，我就在找那个吹风机。奇怪，这个饭店怎么那么烂？虽然是泰国哦，对，蛮烂的。我就打电话，我有没有吹风机？我就找一下。他说吹风机，你要吗？我说要，继续买，继续买。什么态度啊？我下去，真的你没有吹风机吗？他说没有，连柜台都没有，没有柜台也没有。刚刚要电风扇嘛？还是一样想要吹嘛，然后我就想说啊，先去逛逛看有没有那个法院，就是去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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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告没有吹风机，事情这么大条，你吹头发要到法院去，是哦，离法院对，我就下去，我就看到好，我就想说啊，继续给他帮我吹，我就说我洗好了，不用洗，帮我吹正好。你知道吗？他跟我说200块，这么贵，真的？哈？你有给他？没有，我给他啊。对，我真的给他，我没办法，人家都帮我吹完了。难道可以买一把吹风机？对，对啊，可以买一把。对啊，真的。他真的把我当观光客，可能我的长相也又比较像。你是这样。可是我说真的，小诗，你讲说台湾人吹头发这件事情，好像真的不是那么多的国家人喜欢吹头发。是啊，这边有多少国家？你们家国家没有吹头发的习惯？嗯，对。泰国没有，美国没有，澳洲也不，非洲没，对，香港也没有，对，菲律宾也没有，没有，菲律宾菲律宾是没有，东南亚都不会。其实东南亚都没有，对，我也没有，真的。我小时候洗完头就是这样啊，是就把它弄干，然后就梳梳头的关系，对。然后台湾人看到我们外国人就是来这边上班嘛，他们不吹头发，觉得这怪怪怪的，对。欧阳生来台湾觉得哪里奇怪？哦，很多很多。像今天他头发就没有吹过，你觉得？今天洗头发没吹，真的。就在商场这样，我有吹风机是因为我孩子是半个台湾人，对，习惯。对，台湾人有个非常坏的习惯就是迟到，但是台湾人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准，也就是 lunch time。驾崩啊！你听到我家附近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全部的人到餐厅去，然后我只能形容有一个苏联以前的科学家，他做了一个实验，叫做 Pavlov's dog。台湾人不用那个叮叮噔噔，每一个人拔刀药都是12点，嘣，因为常常我一个人是在。家里中午时间了，所以我要看时间。如果说差10分12点，赶快去麦当劳；如果说是12点过10分，干脆就等到1点半。人会很多，对，不管是牛肉面也好，哪一个店，就是那个12点。天哪，对，真的。纯到你不可思议的程度。他刚讲到巴甫洛夫的狗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不懂哎，什么意思？制约反应。制约制约教育学的。他摇铃，然后喂狗吃东西，摇铃就这样。他一摇铃，这狗就知道要吃东西。其实因为我觉得吃这种东西，因为我们中国人在上工作是很辛苦的，吃饭有时候跟大家吃饭，其实是我们工作本来就很辛苦。来吧，我们工作很辛苦。那我们不辛苦吗？你们也辛苦。台湾人吃饭除了是吃饭让肚子饱之外呢，也是大家联络感情跟放松的时候。像我们工作的时候很紧绷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有时候开会之前吃吃饭什么的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很轻松。你们美国人抽烟抽成这样，所以说我觉得吃饭对我们来讲才有别的含义在里面。是，哎呦，对，这个个性不同了哈，社交了。好，问一下汤达，那你觉得来台湾还有什么奇怪的呢？我是觉得是说，台湾大部分的女生就是不接受是就是年龄的事实啊，不接受年龄的事实。你遇到一个阿姨，她就叫你叫大姐姐。是，对。你遇到一个姐姐阿婆或是阿嬷这样子，你就是就叫她阿姨。
对，那我们公司的话，就是在这个餐厅的部分，就是带有分那个台湾籍跟那个外籍员工，对对对。然后就是餐的部分，就是我被归类到台湾籍的。为什么？你哪里看见吗？这是我今天最大的礼物。没有，因为是我来台湾是那个就是新竹民的这个身份。哦，你是住在台湾跟台湾籍的。对，然后他们是来这边上班的。身份证来算的。对，所以他们的早餐是西式的早餐，就是有面，就是面包啊，就是有奶，那个奶茶，就是很多就是西式的东西。然后我的部分是跟。我们台湾人一起，就是豆浆有时候不甜，馒头有时候很硬，反正就是他们公司。然后那边是有一个阿姨，是，然后我就说我想要去吃啊，然后就去那边，阿姨我可以不可以就是有个就是多一点，就是面包，因为我已经刷卡好了，就是所以老师我归类到那边的，不过我可以不可以就是一起？对，然后说。没有，我说哦好，说第一件失败了，然后第二件我就说，姐姐还有没有？什么？哦有，姐姐好，这态度差好多，差很多，差很多，是。然后我就说，昨天是没有，今天有，是怎么回事？第三天我有再去一次啊，我还没来，我说，你来了，我说姐姐我来了，哦，自动，对啊，哇，你很会看脸色，哎，你好可爱，好聪明啊，要接受那个就是实时的习惯，就是接受，就我已经50岁就老了，我就是真的是老了，不过我看就是我们在录之前呢，小师姐也是应该是入台湾籍，因为那个他我小孩子说。姐姐，哇，教得好，是被台湾人影响，叫姐姐，对，我觉得台湾有一点。大家可能都有过这种经历，就疯狂的爱打卡，走到哪里，不管走到哪里都要打卡，就连什么爱中也要打卡。谁打这种卡？这个吗？有的什么？我你的生活那么复杂，因为我的 Facebook 的粉丝不是很多，有的人打卡在汽车旅馆，他也会打。汽车旅馆你能干嘛呀？在汽车旅馆跟老公俩啊，在汽车旅馆中，对，然后在值班呢。然后还有人就打什么，我蹲在马桶上，就马桶蹲马桶中，然后还有什么坐在空姐大腿上，然后还有对我就飞机上打卡，就在机场打卡，那个是机场，人家已经写了，特别设计一个就是叫做说，对对对，坐在空姐的大腿中，就是那种就会出现。然后去年像2013年就全世界有调查嘛，就是全世界。最多打卡最热门的景点是哪？结果台湾竟然上榜了，你看看，排名22名，哎，不一样，对，在全世界全球排名在前面，排在美国加州迪士尼乐园的前面，什么厉害？好厉害，就是迪士尼在它之后，对，而且我就觉得台湾人又没有那么多，那全世界别的国家人很多可能是，但是你看台湾人口没有那么多，结果还上榜，赢了迪士尼美国，你们输了。台湾人了，好，这个蛮有趣的，是。来问一下 Ray 呢，你觉得台湾人哪里奇怪？非常爱吃那个双气脸。哦，爱吃双气脸是最近发现的，因为他上次去年9月吧，对，在我公司附近的那个便利商店，他们有装一台那个冰淇淋机，所以你可以去便利商店，我没有看过，所以9月好像冬天快来了，好像卖的不好，那我错了。因为我每天都经过这个地方，外面有超多人，他是站着一直吃那个冰淇淋，那个双淇淋。然后我发现越来越的那个便利商店也是装了，到处都有人站在外面吃双淇淋。对，不管外面的天气，冬天外面的天气很冷，是但我还会在外面哦，好冷，然后好吃的双淇淋。而且跟他说，刚说那个打卡，他们会在便利商店打卡。我每天在我的那个 Facebook 上会看到同一个，每一天，他们是一只手，然后一个双淇淋，那打卡在那个便利商店说哦，好吃哦，我要吃双淇淋啊，可是都一样的，好像我的。
的 Facebook 每天都有5张，是不同的人，可是都是一直送。对耶，这个 over 之后就换 donuts。哦，你方凉就有看过，对不对？嗯、对，因为的是我在台湾，我都看到哎、欸，有人在排队，哦，要吃块买，我买一堆，我买一去遐排队，是刚刚，可是无影。不是安尼做好食，好食偌好食，佮排队排那么多的。对。好像我在等水也是一样的哦，在等水是那个阿给，阿那无冰淇淋，也是要先排那个咧排包邮高等的等，然后我伫遐咧等，然后我那边排队，我伫遐在那边等，然后吃冰淇淋。也是个别人的地方差不多的，阿给嘛是一样的啊那样。那像我是在巴西，这个东西巴西人呢没爱排队，可是我在台湾我习惯了，有的时候看到我起码你家做户外，我会排队。巴西人呢吃的东西不太喜欢排队，可是，在巴西，如果你经常要洗我，银行就是排队，我会排队。而且我在巴西，我老公加钱啊，好乖，我的银行等几波哦。嗯，是跟那搞完那个人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小姐，你明天再来，我们的时间呢到了。啊，气死我了！你伫遐等等等等等三四点钟你的是整个下午都耗在那里。对呀，一起笑哎。不过要讲排队的话，你应该问葛西才对。是啊，他们才是始祖啦。没有，台湾人很爱排队，日本人没那么爱排队。有。厉害就对了，我觉得很厉害，哎，真的学的。刚刚我们都讲台湾人有这么多奇怪的癖好，是？难道其他国家就没有吗？啊，没有。那很多书在讲各国的癖好，包括你有讲到日本人真的是爱排队的英雄，英国是迫于无奈，哦，迫于无奈。日本人是认为就是说他看人排队就自动这样走过去，有吸引力的就对了。说这样子哈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完全活在好莱坞电影世界的是哪一个国家？大家猜一下，你们就是哪个国家？美国，美国，来，米国，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欧阳三，我承认是这样，可是我必须强调。不只是美国人活在好莱坞的世界里面，是全世界都是。也是了。对。然后我有一些证据来说，比如说，人家认为我是 Ellen DeGeneres， 像吗？什么？像。有一点点。想太多了，想太多了。有一点点。眼睛有点像。鼻子眼睛在上面。头发再短一点就更像。头发贴头。但是最大的不同是我有老公两个孩子。可我觉得你比较像柴契尔夫人哎。这么说，对，又老又丑，对不对？不郭先生，我爱你。OK，Anyway， 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我看你在。我也结婚了。我已经结婚了，脸红，不要跟你讲，人家脸红了啦。因为有点靠近你。所以他等一下会打卡，坐在燕君的大腿上。开心中，但是有人说我像奥斯卡得奖最多的女主角 Meryl Streep。我自己都觉得非常好玩呢，所以我也是会吹牛一点说。你很有眼光，我妈妈的阿姨的阿姨的，我们长辈就是稍微远一点的亲戚，就是他，没错，人家相信，哇，所以他也开心，我也开心，我排队等我的牛肉面回家，我就开心，他真的是真的，他生活的小确幸要求不高啦，这样子，上努力却不够，对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位。下一个哦，认为万事以他们为中心运转的是哪一个国家呢？以他们为中心为运转的日本吧，中国人吧？好，中国，当然是中国人。万事以中国为中心运转，中国人。我这个我强烈反对，根本就不是在说中国，就是说美国人，因为美国人真的他们进步的早，因为他们发达的也很早，国家很富有。中国更早，有5000年的历史。因为我觉得美国一直他都是以自己是世界老大，什么世界警察，对，哪个国家有点什么事他都要插一脚，什么他都管，对对对。那相对来说，像我们国家。
虽然现在是在近几年是很富强起来，就强壮起来，那我们有很长一段就是还是很穷很落后的。之前什么文革那十年呢、啊？中国倒退多少年？什么什么那一段时间，我们还是很落后。那我们富起来只有这几年就比较说，在国际上比较是有地位。那像我们这么谦虚、这么谦逊的人，怎么可能是以自己为中心？看现在中国是富了，可是真正有钱的人，是只是一小部分。中国那么多人有钱的是一小部分，那普通的老百姓平时还是为了生活去奔波，过着很平常的生活，没有多富有。所以老百姓本身自己没有说多骄傲，以自己为中心，还是很谦虚的。所以他怎么可能是中国人？汉朝一直到清朝这一段时间，中国两千多年都是以天朝自居，就是世界的中心，这是一个历史的渊源。这跟你们就是跟我们平民老百姓心态没有关系，这是一个文化心态。所以我们自己感受不到，就这种，但是外国人感受得到，是吗？本国人不会感受到，君主立宪制那种。对，这是天朝，这是一种文化心态，就外国人比较容易感觉。了解。下一个最不爱走路的。应该是，我觉得是除了台湾人以外，台湾人超不爱走，印度，因为那个火车上有很多人呢、啊，那个不想走路了，不是巴西就是法国，最不爱走路的泰国，哎，来，我们绕过你，这装都讲清楚，装什么可爱，我承认，然后。大家去泰国玩会常常看到我们的路口会有很多 autobike 的机车，就是 autobike 的摩的，对，摩的，对。我们泰国人真的懒到那种地步，就是啊，林燕花小贤，就是我就不走，对对，是因为太热，对，太热，很容易流汗，然后走路啊累。你们应该习惯了吧？对，上次我回去泰国，我这个故事太多了，回去一次做了很多故事，这个有够。忽然觉得自己是外国人了。对，然后我会发现，哎，真的不爱走路。我跟同学要去扎都扎。啊，就是这样，那个逛嘛，然后我说，因为我对曼谷不了解，然后我就跟着他们，然后我就啊要搭公车，我在那边排队，然后公车来了，不容易来了，五分钟啊，上车，不没有五分钟哎，叫我下车，就一站，走路应该冷气都还没有吹到凉，你就要下车了，根本都没有冷气，车也没有冷气哦，公交车上去很热，然后站在那边啊。该下车了，我说啊，你们干嘛要上车？他说很远，哪里远？我还看得出来，我们站在那边啊。我发现真的太懒了，真的。是。对，我发现我在台湾真的是好好笑哦。对，早说的话，你也不爱走路的人呐。我觉得是看个人吧。他那个自拍的照片都在照相拍。对对对。缩短一点，开车逛夜市哦，太扯了啦！来来看第三条是谁？来，有洁癖，居然在游览车上面吃冰淇淋，是哪个国家？这个是日本的我很喜欢在游览车上吃东西的，那种很容易融掉的东西，真的。为什么？特别喜欢吃，特别喜就就是好吃啊。所以在游览车上面这样大家一起吃比较开心。开心，那还是要看个人吧。当然了，不喜欢的人就不喜欢吧。那你呢？我 OK 啊，我 OK 啊。你要不要？你要在车上吃过啊？有啊，那边比较冷，不会。对，我在特别在便利商店排队买啊，然后打卡，然后再上车。是洁癖的部分是我也同意，但我常回去日本的时候，就是公共厕所，厕所真的很干净，超干净。日本的厕所也是，日本对厕所就是厕所有一个日本是厕所什么？厕所协会，日本厕所协会那种东西，真的协会，真的有。对，然后他们每年的11月10号有设定厕所的日子。全国放假吗？对，就是一直就是放假一天，大家都不怎样。十一是那个发音是一好，然后拖退了的拖，对，一厕所好的厕所，好的厕所。日本人讲说，如果厕所没有打扫干净，会娶不到好老婆，嫁不到好老公。对对对，真的。所以那要对第一次去别人家的时候，一定要看厕所，厕所干不干净，他就知道他那个人的习惯，对习惯是怎样。
有道理，对，真的，所以真的这个你下次可以叫那个 Christina 好好刷厕所，对不对？有哦，用这个吓他。我有我的厕所，他们两个有他们的。对。啊，好可怕哟！当然我的，因为我都是用他们的。还是坏人，从脸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哦。法国有可能，法国很自我，对对，他对你好的时候就笑笑的，不好的时候不爽的时候马上脸就拉下来，很直接。对，答案是非洲的黑。怎么看出来吧？我这么厉害的球员，我看了一季才知道谁是谁。没有了，大部分是我们就是喜怒哀乐都在脸上，就是会表现出来，然后情绪那个反应，我们不会隐藏在，不会藏的，心里面就是会表达出来。坏的黑人就是脸就没有那么笑容，然后像你现在这样吗？对，脸没有笑容，然后就是他讲话的方式也是一样，很凶。例如说怎么样，会怎么讲话？假设的说，你可以用你们国家话来讲，忘记。太久了，他已经拿台湾身份证了。他可能会讲出台语比较顺一点，是客家话。对，其他部分就是很酷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很可爱啊，有点凶，有凶，真凶。这是有他的那个背景，是说以前在就是受到那个种族歧视的时候呢，英文就是有那个有一句话就说，acquired characteristics inherited。所以就是说，就是一个东西会传下去的。所以如果是他的爷爷奶奶，就是他的爷爷祖母是这样子，就是有那个被欺负的，就是他会，对，他会就是有会跟着出来，他脸就生出来，就是他也是讨厌。心态跟文化也被遗传下来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像今年呢，过年的时候我去佛光山。然后就带小孩子就去那边走一走啊，然后我小孩子就挑战爸爸，爸爸你爬不上去啊，爸爸爬不上去，我说我很累啊，那时候是我体重已经150，就是很重，好，爸爸跟你挑战。上面的就是有一个弟弟一直哭闹啊，就是别的小朋友这样子，然后他说看那个叔叔，你再哭的话，他会把你抓走。那个很好用，哭得惨了，没有啊，上面他就转过来，一转过去，马上再眼泪，没得哭，小孩子去医院也是一样啊，就是小孩子可能是不舒服这样子，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，然后说，哎。你看旁边那个有黑人叔叔，他要把你抓走，一转过去这样子，看到真的是有黑人叔叔，就那，然后我也故意，小孩子，他这样讲不会不开心吗？我是 OK， 我是觉得是说他真的是。没什么，就是说，的确是说我是黑人，对啊，是啊，黑人叔叔，对啊。那大部分的是说，我们如果是真的以那个台湾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就是老人家就是看的影片里面呢，就是黑人，就是大部分是对啊，这个也算是有点好笑可爱啊哈。好，来看最后一个，在你的男朋友面前要照常告白的，这么白目的人，是中国人，就像这个女孩子，男朋友跟先生一样要告白的国家，非常浪漫，因为她太美了，我不告白不行。来，看不出来，韩国人怎么会浪漫成这样呢？我不同意，你不同意？我觉得这个是有 mix 掉那个浪漫跟那个开放。
哦，其实就是说我们真的这样做的话就会被打，哦，真的会被打，然后就会一定会开玩笑，就会说是意大利人是就这样，意大利人才会这样子。我觉得就是意大利人都是花花公子啊，我们是属于那个浪专一的，走那个浪漫的路，你们还是要优雅，对不对？是，但是有些地方是相反，就是你们以为我们很开放，嗯，但是可能台湾也比较开放，就像讲那个小三的事情，就是说可能因为我们是基督教的国家，所以我们很会注重那个结婚婚礼那些事情，所以那个如果可能有一个小三，就根本就不会跟同事就是讲这样的事情。在台湾的话，以前同事就是我带他去淡水吃那个泡面，怎么怎么怎么，我就会觉得丢脸。所以就是可以有小三，但是不能讲出来，不能告诉别人啊。啊，就不能告诉别人，有也没关系。哎，在这边就是我有跟着我交新的小三，然后就是很开心。跟我们认识的不一样，你看他们法国总统，全世界都知道啊。对，不是因为被拍啊，就刚刚好，也不能他也是偷偷摸摸在骑摩托车这样子啊。对。可是，在书里面来说，讲到法国人这一点之外，每一个国家他们还有很多不一样的特色。还有在书里面没有写到的特色，对不对？那澳洲呢？因为澳洲人他们很喜欢去旅行，你去哪里，不管去哪里都应该会遇到澳洲人。可是去过的澳洲人，他们真的不喜欢吃那个当地的餐，不管当时在哪里，他们还想吃澳洲还是西方的，西方的餐，他们都不敢吃不一样的。比方说北海道去滑雪，札幌那边，大概80%的人的观光客来的都是澳洲人，对澳洲人。可是日本北海道有很多好吃的当地那个寿司事情，不很好吃，可是澳洲人都不敢吃。他们去滑雪，那滑完晚餐都要跑去那个有很多披萨餐厅，还有那个吃汉堡啊，吃牛排。他们都不要吃那个当地的那个拉面，这样，因为从小没有吃过的东西，对，可是会害怕。问题是他们不敢吃新的，对，尝试。所以你们出国都会带袋鼠吗？其实，比方说，我跟我弟弟一起去，是去年一起去，他都不敢吃。我说哦，好啦，我们去吃拉面。他说哦，不要去吃汉堡。为什么？他说哦，我不喜欢那个拉面，然后所以他每天都是跑去那个便利商店，他那边有卖那个炸鸡，所以他每天都是说哦，我吃那个炸鸡，所以每天都是吃便利商店的炸鸡。你可以在澳洲吃这样，他们只吃他们西方的，西方的食物，而且吃澳洲，而且喜欢吃西方的，而且你们只吃你们从小吃过的东西，对对对，这是重点。为什么害怕呢？没有不一样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因为台湾是什么都吃的国家，所以我们不能理解什么都不吃的。对对啊，因为所有人的口味都是从小就养成了，你长大之后要试其他东西其实很难。那巴西呢？你们都比较什么？因为就是你知道巴西人的女生，屁股，结果都喜欢屁股大的。对，我会记得是他说，我们今天要去看比赛，谁屁股比较漂亮，谁屁股比较大啊？然后他们在 party， 在游泳池那边都说，好啊，我们去跟一下。基本上都这样哦。对啊。你们年轻吗？我妹妹用的是，我们是五个女生啊，说我妹说我们跟一下谁比较大，她在那边。所以你有带你女儿回巴西吗？有，我女儿。那你会推她下去吗？我女儿跟挂别的，我们去下。不敢啦。对，我后面有一位摄影师已经快要爆血管。他说下次要去巴西出外景，就跑去海边。对。好，那但是法明你们呢？我们有一个就是坏习惯，就是比较会保护弱小。哦，坏习惯哦。我觉得是坏习惯，对啊，就是说可能亚洲就比较会鼓励，就是你要就是努力，然后就赚钱什么。那法国就是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感觉穷的人就感觉他还是看起来很 friendly， 就是然后就是有钱人就觉得烂的有钱人，然后就是什么老板什么在乱赚钱，对，同情弱者的文化，对，然后谦虚吗？政府也会这样去做，就是说随便讲那个房租，就是房东房租的那些事情，就是说可能会保护那个住在房子里面的人，就是说从10月到4月，就是不能把它踢掉，对，因为可能如果没办法付钱，就是因为可能天气冷，然后觉得他好可怜，就是还是继续住在那边，是，就变成会有一大堆，就是一大堆那个奇奇怪怪的
习惯，就是说就是人没有付房租，可能没有付可能好几个月、一年、两年，没办法被踢掉，这样，然后就是对房东很可怜，就变成说他们就宁愿就选就是有空的房子。不要租出去，不要租出去，对，那房东就变弱者了。嗯，法国文化一向都是同情弱者的文化。是是，你看到9.11事件，第一个跳出来为阿富汗辩护的是法国人。哦，两次对伊拉克战争反对的是也是法国人，非常富有同情心的国家。包括现在全世界制裁北韩，第一个反对是谁？是法国人。那我知道的，我们不应该去美国白宫做联署，我们应该跟法国做联署，就对了。真是的，真的是这样子，所以他是你的敌人，知道吗？啊，因为就美国人。真的。对啊。来，那 Kim 呢？美国人很喜欢我们叫做我学校的 alma mater。Alma mater 就是说，比如说，哦，我是耶鲁大学或者是丹佛，那个都有 alma mater。但是很扯的是，在高中也搞这一套。我们学校叫 Dumont， 就是对对，是那个 Fort Lee 那一带。所以那个高中我们会有，我们是 Dumont Huskies， 啦啦啦啦，这都是30年前的衣服。他一直学校的制服那一种，每个月他都寄给我。快买，快没了！哦，天哪，这是我们以前的制服哦，啊，现在多了一个颜色。我小的时候是橘色跟白色，现在多了一个咖啡色，所以赶快买，赶快来买啊！对，我暑假要赶快回去再买一个。你认真的吗？我要你穿在这边哦。这是我差不多我这个年龄的人，有没有？好扯。就在穿这种，就穿自己母校的那种衣服啦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们会穿北一女吗？比如说，我不是北一女的，我不会有这个。我也不是北一女的，没有，是高雄的，我是高雄的。但是自己啦，我们把它缩小成为一个个体好了，自己有什么怪癖的？对，自己怪。其实我觉得葛西的。就是这种习惯很多，对，我认识他到现在，我觉得他你的习惯真的非常，我的习惯是对声音很敏感的人，所以我就是从小就一直戴耳塞的人。我家比如说现在我家这边有个就很多耳塞的了，就是一部分而已。哎呦，用过吗？现在常使用的是3种的，总共有5种。为什么要用耳塞啊？对啊，因为我声音就有一点点的噪音，就不安了，对，是。对，情绪不稳定，对，就是白天的耳塞，白天的耳塞那个分贝，分贝有分量，这些用型这些东西，对对对，那是白天用的，因为用型就比较大颗嘛，真的，这有分贝型的，荧光的，要找得到，而且要挂得住，没有的话转那金就不见了。对，真的话戴耳塞，有时候就还有戴那个耳罩，那种那个飞机的那个机长的连带的那个，对，所以你戴那种防噪的那种。对对对对，真的我对声音，对，真的太敏感，所以真的你的听觉很好，对，所以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那个潜水艇的听那个唢呐的那个，就是我的梦想。所以你一直很保护自己的耳朵啦。但是最近的戴耳塞也没有用的事情，就是我老婆的打呼声。有时候讲这个事情嘛，真的太近了，真的很吵哎。真的夏天那个外面的青蛙叫了，那个我家里的牛蛙也叫。真的戴耳塞也没有用的，是，很烦恼的事情，很烦恼，真的，我们也无能为力啊。是是是，这个怪癖不得了。但是下一个怪癖，我想是很多人会受不了。是的，好，来小诗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因为你看，我觉得也有人会跟我一样，哪里把垃圾丢在自己的包包里，会不会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我的一个习惯就是，不管我没有先检查有没有垃圾桶，就是先塞我的包包。地球有像我这样子很110个就。地球就变成干净的哦，对啊，本来去逛夜市的时候，那是那路边有那个筷子就会捡起来吧，这是自己的，那是一种职业嘞，自己的，自己的垃圾，欺负我，欺负我，欺负我，是，那你会分类吗？比如罐子啊，纸类啊，塑胶这样子，对，反正可能是。有一天，然后我同事受不了，看到我包包，他说：“小诗，你要不要整理一下你的包包？”在漏水了，是不是？汽水漏出来，好像有蚂蚁。
饭。哦，好吧，整理整理，蟑螂没关系啦，整理整理整理嘛。然后我就发现，哇，有女生的，就是哦，不要讲，我的好朋友来的那个用过了。是要跑，还忘记哪一天是某一天这样。某一天，然后我去那个男生宿舍，然后我刚好那个来，然后我回想到哈，我就继续换那个换卫生棉，对。然后我就想说啊，这个是男宿舍，然后我不可能丢在这边，我要丢，人家就说只有我一个包一包就丢，没有没有啊，我不好意思。然后我就想说啊。我还是包一包，然后放在袋子那样，我就丢回去我的包包里，然后忘，可是我忘记，可能过了一个月还是。他知道了，下个月他又要放另外一包进去什么？等一下，其实我不是很想开耶，我会飞出来。没有没有，现在我换小包好多了。小心哦，你没有老鼠。小心蝙蝠飞出来。啊，蝙蝠飞出来哦。不会啦，不会很脏，不会不会。口罩是你东西太多了。它是里面的。对啊。这是垃圾袋吗？你看那个颜色，那是乳液炒出来是不是？那是 cream 那个吗？ lotion 那个乳液吗？哦，这个还好，这一包里面没什么。对对对。什么啦？什么啦？不要拿出来比较好，为了你人生以后还要在电视上见人。要打马赛克之类的东西。有有有有。有要打马赛克的。什么？没关系。好，先放一边哦。OK OK OK， 为了爱地球，好吗？爱地球。快来帮我们按赞，加订阅，拜托拜托，拜托拜托，拜托拜托。